Hello, welcome to Jasmine's borderline time, right? Yeah，好几天没有认识鸟类了，今天我们再来认识一种叛鬼呢。前两天都是录的一些 important Invertebrates, break。yeah，又是一种企鹅，之前我们也讲过一种企鹅，还记得吗yeah。？Emperor 帝企鹅吧，应该是，看一眼啊。I'm not sure。哦、This is some penguin。oh,，yes，yes，Emperor penguin，这是一种生活在南极的特别冷的地方的特别冷的地方的企鹅，对吗？今天我们要见到的这个企鹅，它可不是生活在一个冷的地方。What? In the water, you mean? 它们能潜水，是一种这种鹅的企鹅的名字叫做 humpback Penguin. penguin，yes。汉彼得企鹅又叫红翅环企鹅，又叫红宝企鹅，Oh, 是一种分布在南美洲的企鹅。that's quite a number of names it has. Yes，其实它英文名字都是同一个，但是因为这个翻译成中文就有好几种翻译的方法，所以变成了好像好几种名字似的，对吧？But that is actually a quite a number of names you have, humble penguin. Yes，主要分布在秘鲁和智利沿岸，就是一会儿我们再看他们的地图，好吗？说一下它的这个名字来源，它的名字来源起源于第一个介绍此物种给西方学界的德国的自然科学家，叫亚历山大·冯·洪堡，就有一个科学家，他发现了这种企鹅的存在，然后告诉了西方。自然科学界，所以呢，就以这个科学家的名字，洪堡 （Humboldt），这是一个德国人，用这个科学家的名字来称呼了这种企鹅，应该很可爱，有点像那个 duck 似的。是的，而且我感觉它身上全是缝儿，是，而且它游泳应该技术会很好，我们看一下好吗？我不知道，我游泳的时候，我觉得游泳没有太友好，是我不知的。道它肯定能超过我的。那必须的，因为他是生活在那边海岸。它长时间都是paddle。OK，这就是红宝企鹅哇、（Humboldt Emperor）。wow，looks。Looks very cute up Yes, there. so cute. That type, of course. Of course, birds' diet carnivore, size 22 to 28 inches long, weight 8 to 13 pounds. Yes，我们仍然把这个换算的公式放在这里，大家可以折算成，自己比较熟悉的这个。Yes，that's right。这就是，红宝企鹅的外观。Humboldt penguins live along the shores of Peru and Chile。秘鲁和智利两个国家是在 South America。Named for Chile water, Chile。Chile, what? Chile。Already, water current that flows through the coastal range. These birds are excellent swimmers. Oh Swimmer，yeah, 对。their torpedo-shaped bodies can shoot through the water at speeds of 30 miles per hour or an hour, and they can dive up to 500 feet underwater. 500 feet underwater in search of snacks such as fish, shrimp, and squid. Oh. Yes，他们是吃小鱼小虾的。你看，他们平时在这个旁边的这个岩石上，哇，对，然后站着，如果发现食物什么，他们就都直能接打。pounce 下 Yes，去。这里有一个提到一个叫做 torpedo shape，叫鱼雷形，你看就是这种样子，长得有点就是头上尖尖的这样的，咻，这样 speed 就会非常的快。I think it's saying their body shape，body。这叫鱼雷形，就是某一个头部特别尖，然后它潜水的时候就能够以迅速的速度
潜到水里去捉它那个食物。那它们小的时候还是很萌的，是吧？像小鸭圆子似圆的。的，嗯哼，像它们真的是有缝儿似的，是的，是有缝儿。也确实有缝儿。对。啊，这就是它们的生活范围，这就是 South America。的边上，嗯哼，还记得吧？北美和南美是两块儿，然后，对，中间是那个相间的地方。记得前两天咱们说另外一个东西，I think it's some invertebrate。对，上一期说另外一个无脊椎动物的时候，嗯哼，它们是生活在差不多那块儿了。嗯哼。然后你看这个红宝企鹅是生活在这个沿岸，所以它们生活的地方不是特别冷，其实还可以的，是吧？也不是太热，也不是太冷，嗯，就还好这吧。还好的，嗯哼，不热不冷。这边左边是太平洋，右边是大西洋，所以它们是沿着海岸线生活的，这样正好，它们的食物就都是海里的东西。嗯哼。正好他们这块有一大堆这个 walls，然后他们就站在那块看见 prey，这样下面是水，然后就直接 pound 下去了，Yes，嗯哼，然后吃完了就回上了，是的，应该是，所以生活的还蛮愉快的，看起来，感觉他们每分每秒都在玩似的。嗯，是的，好的，希望他们这个好的自然环境能够一直被保持下去，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在地球上，嗯哼，好的，这就是今天我们介绍的红宝企鹅。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us，也希望更多人开始。因为多谢 Jessica，默契之旅已经开始，peace。Peace。